2023妈妈颁奖典礼百万订阅舞台盘点，赢得大赏的 Seventeen 超燃舞台突破200万次浏览，展现超高人气。而男团 In Heaven 的舞台也突破150万次浏览，作为新生代男团人气不容小觑。女团部分 ，I 的舞台也突破200万浏览，以 Queen Card 嗨爆全场。The Seraphim 的表演也破190万浏览，两位日本成员宫胁孝良与卡兹哈站上东旦舞台，让粉丝们格外感动。而偶像们与日本摇滚教父 Yoshiki 的合作舞台也突破140万浏览量。此外，新生代歌手李永芝、Zero Base One 张浩等偶像各自带来表演的串烧舞台，也突破188万浏览次数，展现了 MZ 世代偶像歌手们的多重魅力。